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由熊猫频道特别推出的金牌搞笑盘点栏目《熊了个猫》，我们的口号是吐槽熊猫，成全自己。是的，您现在收看的就是滚滚平衡木世界锦标赛，接下来上场的就是我们金牌种子选手胖达君。好的，我们来看，他已经爬上了我们的平衡木，听说他今天要做一套高难动作，我很期待呀。是的，这个平衡木的动作呀，在滚滚圈里其实是很难的。你看他的动作呀，都是小心翼翼的。对啊，你看他在做原地平衡木转身，转过来了，快看。请你不要到处勾勾，脚都需要勾勾，不小心就没勾勾。哦哦哦，用力到处勾。世界上有一种孩子叫做别人的孩子，世界上还有一种妈妈叫做真的是亲妈。妈妈，吃竹笋是不是要剥皮呀？是的呀，老儿子，你快点剥吧。妈妈，是不是像这个样子剥呀？是的呀，老儿子，你快点剥吧。妈妈，从头上开始剥会不会轻松一点呀？是的呀，老儿子，你快点剥吧。那折断了剥是不是更轻松了？是的呀，老儿子，剥完你就给我吧。啊，小孩子要吃皮，大熊才能吃笋。妈妈，你真的是亲妈？是的呀，老儿子，你再给我剥一个吧。钓猫向来都是一件欢乐的事情，滚滚们可以有零食吃，我们则有好戏看。哼，我是一个吃货，想钓我去误吧，梁教授。耶，苹果嘞？还好我苹果我吃够聪明，我还有找苹果绝技。在哪儿嘞？在哪儿嘞？我好像闻到了，就在前边。不对，走过来。还好我苹果我吃够聪明，这难不倒我。我好像越来越接近了。咦，这啥玩意儿？不管了，需要。啊哈，还好我苹果我吃够聪明，凭借我的找苹果绝技轻松改它。剥的时候从我找到开始剥好吗？嘿，好励志呀。近日，我是一滚滚当街做出不雅行为，我们的监控录像拍下了当时的画面。那个他呀，当时就打这儿靠着啊，我看着就挺奇怪的啊，眼巴叉就把屁股撅起来了，装成睡觉的样子，爷们儿注意啊，其实他在干什么呢？好嘛，随地大小便。你看，太不文明了这是。他好像还不走啊。对呀，你说完事了还跟没事人似的，爷们儿管，那也不能这么不文明啊。随后我们的执法人员很快赶到了现场。嘿，大哥，你干啥？你太不文明了，跟我走一趟，没收作案工具。铁头莹莹自从上次被梁教授扔来的竹笋打中，回去之后就和奶爸商量不要扔竹笋了，太有损形象了。于是奶爸开始从下面塞进来。我们来采访一下莹莹吧。莹莹，听说你再也不怕奶爸的竹笋了，是吗？是呀，我现在再也……哎呀，啥玩意儿啊？那个。我再也不怕奶爸的竹笋了。就是这样。嗨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美丽俏滚滚节目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，知名美妆师猫蜜儿。好了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嘉宾，这位是朋友圈牌面膜代言人润润的，今天由他给我们来介绍一款晒后修复面膜。嗨，大家好，首先呢，我要我的助手帮我涂上面膜。你知道我们的皮肤都很脆弱，晒后修复主要要靠什么呢？补水吗？不对，我们的朋友圈面膜含有维生素阿波茨德阿夫哥，你要把它揉进自己的皮肤中去，像是这样。好了，再搓就要搓烂了。你看，是不是立刻就恢复成原来的熊样了呢？是。成吗？你不要这丫头的噻！你这丫头是啥子嘛？我来试一下。啊！妈妈，不要掉我了！
当然也是从昨日夜的原因啊。据说扫描二维码发送我的声音就能在节目中听到我的声音，这是真的吗？好了，这就是全部一期的熊了个毛。想了解更多熊猫精彩视频，观看熊猫二十四小时直播，请登录熊猫频道官方网站3w.appanet.com。你也可以关注微博 appanet 熊猫频道，或者扫描二维码添加熊猫频道官方微信。萌态大熊猫的精彩画面尽在熊猫频道，下期更精彩，张猫与你不见不散。嘿，干啥，大哥？没事儿。